干了他妈4年了，人家他妈最难骗。以前他妈卖红牛，管你是哪儿厂，滇京红牛接货价4毛，我转手就卖了。你以为我挣钱呢？同行都开 S， 你以为红牛就两个版本呢？我转6个，红牛新人期的接货价95，银起的48，碰见聪明的卖144，碰见不聪明的卖78，就这么卖，好评如云。1毛钱一罐的可口可乐，你喝过吗？我接了一罐。为什么便宜呢？因为是水蜜桃味儿，还临期的。碰见不聪明的，我卖1块9毛9；碰见聪明的，我卖6块。我当新人骑的吗？这4000多件卖完了，直接全国买房。我卖牛肉干，什么时候用过真牛肉？你会看配料表，我就会写藏头诗。粉面的不叫粉面子，叫大豆拉丝蛋白。19块9，你能买到80根。我良心吗？我太良心了！太帮五超干牛肉干180块钱一斤，我只用了1/10的价格做出了一样的总量。我做牛肉干的那头牛，到现在在牛肉加工厂也只还是个精厂，顿时改变生活。有人说这种品质的牛肉干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给狗狗都不吃。这是卖50多块钱的纯牛肉干，就这一个算盘里至少有3头牛，这头3岁 O 型血，这头5岁 B 型血，这头应该有100来岁了，是 AB 型血猫鸡。这种塑封型牛肉干不是为了更好的保存牛肉、提高口感，而是不真空、不做成条，它不成形啊。纯牛边角料啊，卖19块9，你妈还得挣5块。那些干冻品批发的啊，没准一年人就能买台劳斯莱斯。我是个食品贩子啊，冻货我一直没做。原因是不敢冻一个月以上的速冻烤盘，跟冻2年的甩我面前，我分不清哪个是一个月。爆料啊，网上那种卖啊400克的牛肉水饺，2块钱一包，400克，大概是18个左右的饺子，也就是说这一个饺子啊，带皮带馅带机器压出来的，就1毛钱一包。我觉得它的出现都影响我对牛肉价格的判断。就是讲有一大哥找我订一套餐，2箱零基特伦度加1箱纯真，我卖大哥110，平均1箱够38块钱。大哥一口气订了2000包，然后这零基的吧就没有了。我想着配点新日期的过去吧，反正也挣钱。没想到大哥回来找我来了，说：“哎，兄弟，你家这个牛奶不是改日期的吧？怎么喝着不对味儿呢？我在小区楼下奶站天天买纯牛奶，怎么跟我喝的不一样？”大哥火急火燎的就把单子退了，这他妈挣到手的钱哪有退的理儿？当时我就急中生智，拿了一瓶还剩5天过期的特仑苏给大哥送过去。我说：“大哥，您尝尝这个。”当大哥的嘴搭上那个塑料吸管之后，我看大哥露出了满意的表情。这可不是抨击奶站啊，三方奶站跟自动售货机里的都是串货，串货没有质保。市面上90%以上的超市都卖临期食品，而且还通过正价售卖给你。你以为你不喜欢你就买不着？看这是哪了吗？现在是6月19号，1个月零2天，03天。这全是，你以为是个例吗？这还有个7月9号的，不到一个月了，还有19天。这就是山姆吗？下面这些不一直也是吗？7月9号的，你这更过分了。就这么卖，每天上当的人络绎不绝，推车的、拎筐的、怀疑的，还有销赃的。啊！自助餐、无限畅饮的饮料，从何而来？超市卖10多块钱一瓶的奥地利红牛，没错吧？24年6月17号过期。我有房租，有人工，有水电，我零售4.5块，过分吗？这是进价，这是批发价。超市是15瓶的加气椰子水，在你的脑海当中，终端零售价应该是多少？9块9。还有4个月过期，进货价多少？这是进货价，批发价是这儿。就算你一顿饭喝了5瓶，净含量5斤，自助餐老板成本2块6。你去超市一看，这杯咖啡你感觉没有任何区别，哪个便宜你买哪个，区别大了。哎呀，您看我这个吗？我这速溶咖啡里啊，真有咖啡与黑色的优势。有人说你这咖啡也太少了，那你看这个呢？啊？三合一就不是咖啡，生巴克是咖啡饮料，速溶咖啡称计原料的生产成本1.5毛左右，卖到我这种奸商手里头2.6毛，我以5毛钱每支的价格卖给批发商，批发商以1块钱的价格供给超市，超市算上成本以2块钱的价格卖到你手里，就这么看都不挣钱。一毛卖5块，管你是哪厂，天伦的接货价150，转手我就卖2000。你以为我挣钱呢？
同行都开二话，你以为是假的，有房给标，你以为是小厂子做的，闽江西路150号，你以为就我这么说，其实都这么说，咱俩是哥们儿，200块钱卖我行吗？行。造型时尚，气泡绵密，就这么卖，一箱还得挣个50。我们的利润赶不上卖天珠的，我他妈听这话最生气。旺旺918，年前卖80，我20接的，转手就卖40，有我狠吗？利润100%。有人说天珠客单价高啊，卖一个天珠吃一年。我靠，天珠能有我这量吗？我这一箱里头6包，我接了48000包。不是我奸商干的理直气壮，是我含金量确实高。知道我们奸商一族为什么要卖礼盒与包吗？你以为是我们心好？你开玩笑。这奸商的小子，外头零售卖的那些货都是在这儿拿的，外边卖7包万的人头马没面 XO， 奸商内部供货价70。07的每日黑巧5.8块，你在夜场喝的摇头椅不晃的野格，奸商内部供货价有2个版本，搁夜场没2000，下不来吧？不赖你们没心眼，是我们太损。以前我就他妈没想到过卖饮料能有这果汁儿，以前都是他妈色素白糖水，我就2毛钱成本卖3块，现在得5毛了。你说这买卖还好干吗？一瓶100%果汁的饮料，300毫升市场零售价只比5块，普通人怎么喝得起呢？100%的果汁饮料保质期短4个月，不能稍微远一点，不过希望这个问题我要解决。我不为了钱，我把原有的100%果汁降到5%，甚至是3%，往里边添水、添香精、添色素，口感还原80%，成本直降70%。4块咱们不卖，为了心中这份大义，为了这份功德，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果汁的味道。4毛钱接的每日坚果，转手就卖2块，我还有良心吗？还觉得我有是吧？防腐剂也算进含量。有网友说了，坚果里头都有啊！来，您看我这个，我这他妈比日本豆都大。伊利奶酪棒5支装的，我卖6.5块，怎么这么便宜？您一看，哟，07了。我是一个食品奸商。韩式火鸡面15块钱，10饱。火鸡要是知道这事儿。能干吗？离近了您看，哟，国产的，全国80%以上的销售超市都是我的套路，但是他们没有我胆大。你瞅我这样，像能花得起140万买饮料的人吗？买了100毫升的一箱，接货价22.8块，卖得卖80。好，杀！还能那么丧良心吗？一共接货就有你面前这4个版本，这哥俩是 Made in Thailand， 泰国原装进口，这是国内的雕像码，1.7块一瓶，315毫升，这也是国产版本，批发卖2块出头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不是新货我们买不起，而是07更优秀。